幸好我是金公公，这个一个现代公寓后面的四楼的朝南的房子的阳台敲就好。再一个一个看一下，衣柜、床、阳台、朝南的冰箱，这煤气灶、水池、书桌、微波炉没有了，哇，空调在这里。阳台，然后朝南的阳台挺好的，叫关东洗一洗。阳台很大的。朝南，阳光进来的朝南，这房子再看一下，真的好吧？这衣柜，这个什么东西？鞋柜。这样进来，卫生间里讲密码锁，当然要进来看一下。马桶、洗脸台，哦，阳台上也是小仓库，通风好。这水龙头在这里，阳台的通风。房子这样看，阳台好。厨房在，房子面积真的很大呢，很大的面积啊，是空调在这里，所以说面积很大，阳光有，都是条件挺好的。再这样进来，这个也面积好，在电梯有，我是金公公，你们快点过来搞定这个房子。